大家 say sorry， 米娜想 sorry， 我刚在那个黄秘书的欢送会，我们刚在办黄秘书的欢送会，所以我就比较晚走，其实我是提早走，哈哈，嗨，我刚在黄秘书的欢送会。各位 ，sorry， 我刚离开欢送会，虽然我很想继续待，也不能改直播时间，所以我就回来了。我刚刚原本在跟我刚刚在切换欢送会，对，我们刚刚是切换欢送会。其实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吃，然后我就是先打包了我的食物，我就先离开了，一个暴冲一波回来直播，我的天！没关系，我知道不能刷他哦，对吧？不是不能刷他，是我连本拖都还没结束，他们吃蛋糕，我蛋糕都还没吃，我想吃蛋糕。蛋糕都不行，我就是我排真直播就是不能改，然后我就回来了，耶哇！谢谢伊欧利送的，真的你可爱。那我现在头发超乱，然后全身都是汗 ，Oh my god！ 我现在超热，妈妈在解决蛋糕，不是我想吃蛋糕，蛋糕重点吗？没有，但重点是跟切换相处 ，OK。小哥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毛衣超热，我现在全身都是汗，好热，我的天哪 ！Oh my god！Oh my god！ 我现在超热，好热，现在超热，超级热，我热死了，蒸汽。我想吃蛋糕，要换一件吗？好像势必得打开我的衣柜，换衣服。好，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件，我真的是快热死，我现在真的是快热死，大家可以等我，等我一下，我挖挖看。可以不让你们看到衣柜内衣，然后挖到了什么衣服来穿。可以穿什么呢？这个好像可以。什么小偷？我是什么小偷？等我一下，我换一下衣服。哦，好热，真的是全身。Oh my god！ 我刚刚穿的是沿路用跑的，然后晨晨爸爸还有载我，真的是超不好意思，麻烦别人。Oh my god！ 哦，超热，而且我今天就是穿了这个，然后练舞练了一整天，我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要穿毛衣去练舞，但随便啦，就是对。等等我，哇塞！啊，哇塞！顺便整理一下头发，我的天哪，头发超乱，耶！那刚是沿路奔跑赶车。然后就上了车之后，然后车一直撕不开，对，耶，就是那个回不了家的状态。Yes， 我换了一件，很凉，赞，就是这样。啊，碎碎念，持续闷闷家伙，对我就是持续闷闷。有没有这么想吃蛋糕？超想吃蛋糕，超想吃蛋糕，要
去拿杯水来。有我有病，我有病。昨天那个肉肉姐姐请我喝的病，然后我还没有喝。现在本人送灵儿就一个好，就是对今天直播不外乎就是讲感言。对，虽然我原本没有打算，就是原本今天的直播规划不是讲感言的，然后就突然就变讲感言了，因为就是对，就是昨天哇，对我现在还是一个哦黑人问号状态，就跟那个柴犬一样，就是我还没有在状况内，你知道吗？目前只穿一个短袖，快热死了。阿潘超美，谢谢。刚才潘三哥，谢谢。我刚在逛三重夜市，逛到鞋子开口笑，超丢脸，赶快去买一双拖鞋来穿。到底多怕热？不是，我刚真的是用冲的，你知道吗？有阿潘在场子，一向都不冷。You sure？他那个可以说众望所归，真的吗？主播来个自我介绍吗？我来个自我介绍吗？怎么办？我现在妆也没有化好哎。好啦，我来自我介绍。那我开个特效吧，我把我这个就是没有很优秀的妆容遮掉。这个是今天练舞练了一整天，今天早上10点就在练舞。Oh my god！ 我真的是 ，Oh my god！然后我昨天半夜还跟林姐吃火锅，超好笑。我昨天结束之后跟林姐他们吃火锅，吃到半夜1点。对，林姐真的吃超多。好，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好，我现在自我介绍。呵，你准备好没？是准备好没？我要来自我介绍了，来自我介绍。耶！哎，我还没有跟人家这样讲过，我突然好紧张，我突然很紧张哎 ！Oh my god， 我要讲什么？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一起正式成员周佳宇阿潘哇！讲完就想哭了啦！隔壁间的直播不要开那么大声啦，我这里听得到啦。Yes， 开场名，谢亚马鲁布。Oh yeah， 好，我没事，等我一下。OK， 好，我好了，超快。好，对我超棒，对我超棒。等一下，我刘海真的很丑，很烦，什么刘海啦？好，我今天也是没有喷发胶，我今天就是一个乱糟糟哎，真是乱糟糟，我的天哪！好，对，我要讲什么？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可以讲什么。好，就是，耶，我要换手机，到底什么感言哇？我当时跟你说，我当时是我说换手机，我要去做指甲，我的梦想。好吧，我这么重意是不是不太好？哎，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可以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讲什么，我真的完全没有准备。我说真的，就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就是好，我先跟你们讲，就是我昨天就是。其实成员们大概都有感觉得到，就是昨天可能会有信封出现，然后就是其实我也大概知道会有信封出现，可是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不想讲，就是我不想要先预先去预料这个情形，然后就是不敢抱持任何希望吧，所以我不敢抱持着任何希望。就是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哈哈。然后，
对，所以我是真的就是零准备的状态。Oh my god！ 我真的零准备，好，我到现在还是零准备，对，到现在还是零准备，真的。天哪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到底要说什么？我到底要说什么？我到底要说什么？你要搞哭播了吗？没有，我没有哭啊，亲爱的，我没有哭。OK， 就是。哦，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就是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讲，可是真的就是也不知道该从何讲起，该从何叙述起，你知道吗？啊！然后我今天日恋，我就是每个人看到我日恋，还正式身旁，我说啊，不要不要，一直提醒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叫皮叫，但就是啊。对，就是啊！谢谢妈请上来下一个。哈，我到底哈，我到底要说什么？好，就是，要从何讲起啊？好啦，我们来总回顾一下吧。就是我说真的，就是一单的时候啊，就是突然说，我们要出一，我们要发一单，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要来评比，然后来选出这次选拔权。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完全就是对评比是一个无感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会紧张，因为根本没有那个要发单曲的实感，然后也不觉得自己会被选，就是因为我原本说真的，就是从郑元杰开始我。跳舞表演什么，基本上就是站角落，我真的就是站角落。然后直到今天呢，今天我们在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去看我以前跳舞影片，我就按给议员，然后按给布丁看，然后你们看，我以前真的是就是我们在前一间公司在培训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分。就是分说今天练了这支舞，然后要分说跳得好的 A 组、B 组、C 组是 D 组，然后一直排下去，一直排下去，就是每一个小组出来。我告诉你，我真的都是那个最后一组，不然就是倒数第二组。我跟你说不可能，就是不会在前面出现，就是一个组就少少几个人，然后我都是那个倒数的最后两组才出来。就是我肢体其实不是很协调，然后对。然后我也一直不是人气起家的，所以说真的就是刚成团的时候，真的就是认真就是对自己也没什么太多自信吧，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底子，这完全就是一个素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学过的素人，然后，好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一单就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要出单曲，有选拔感觉好像不干我事这样子，真的就是这种心情，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这种心情。然后后来就是越投入越多吧，越投入越多，然后就是因为自己个性的关系，就是你们也知道成员之间都说我很凶，就说真的，我以前是真的很凶很凶，就是别人来练舞啊，然后如果他真的跳不好，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不会跳，这样就是我是那种真的超直接，就超容易得罪人的那种说话方式，超级，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天哪，好想去过去把自己掐爆，就是很想揍醒自己，就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没有啊，练舞吧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你练不好就是钱嘛，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反正就是不会去体贴别人吧，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我跟你不熟，我只会觉得说我们是同事，然后就是应该要工作上就是应该要做到，就是应该要把事情做好，这样就是太公事公办了，你知道吗？可是就是这样就很不近人情啊，所以说呢就是那时候也是摔了很多次吧，就是不得要领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相处，然后也不知道就是
就是在这个团体有没有什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除了表演以外，其实找不到什么开心的理由那时候。好吧，这就是我没有说过的事情。就是我说真的，我真的是超凶，超凶。就是有人跳不会，然后我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会跳？”我就现在我会跟他讲说：“哈，你怎么不会？”然后我以前就是讲说：“你为什么不会跳？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我每天就是真的脸都超臭，就是只要有人一直跳错，然后脸就超臭，完全藏不住情绪的那种。然后以前就会觉得说，哎，没有，我就是要保持住，我就是要 be myself， 对，我就是要坚持自己的个性。然后以前就是很强硬，说真的，真的很强硬。然后后来才就是真的就是随时间，然后慢慢学习，慢慢成长，这样。这真的是要感谢很多姐姐啊，像是那个就是。拍影片拍花絮的姐姐啊，然后还有像经纪人，这是每个人都教会我很多很多东西。有时候直率比你很好，不过这世界还是要点修饰。对啦，真的说真的还是要修饰。就是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自己这样子还蛮伤人的，就是慢慢去学习怎么进对应退这样。现在语气感觉更有压力，笑死。上次二煞脸吓到我，真的是蛮凶的，我真的是超凶，我一直以来都很凶，其实现在也是蛮凶的，只是有时候我会装作不知道这样。好，总之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都不得要领嘛，然后就是也会很着急，那时候就很着急，就是因为我有说过嘛，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其实我很着急，会觉得说，哦，是不是自己就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然后就要离开这个团体了，怎样等等的，其实我都有想过。所以那时候说真的就是真的很焦急吧，很焦虑，每一天都过得很焦虑，然后就是很想赶快做出一点什么成绩，就是野心很大，可是实际上我的实力真的也不到位。我那时候说真的就是实力也不到位，然后那时候得失心又很重，那时候的心超重，就是每天都过得很焦虑这样。然后那时候重重的摔了一跤，二单的时候就重重的摔，超大一跤的。欢迎留言称赞潘温柔，请拜托称赞我温柔好吗？哎，不是啊，我真的是不是。是啊，其实有没有要中枪？不是，我是研究生，好吗？我是研究生，我这一直都是研究生。你知道这个身份其实会让人很焦急，你知道吗？哪一个研究生不想赶快升格？哪一个研究生不想赶快获得这个名号，获得这个肯定？所以一切都会变得很着急。说真的。那时候真的摔了很大很大一跤，不过现在想起来，说真的就是过程啦。人没有摔一跤，怎么爬得起来？说真的，啊，好像在入团前就会有点这样焦急。对啊，就是我一直以来个性就是很急，就是我会觉得我很想要赶快把某件事情做好，然后赶快就是赶快达到我的目标。后来发现真的是急不得，就是我真的真的讲，就是我真的忘记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其实是真的是要开心去做，不然没有热情，没有开心的话，基本上真的坚持不下去，这份工作特别难坚持下去。所以你真的是要随时保持，就是不能走心，然后要保持那个快乐的心情，不然真的会就是会过得很痛苦。那时候啦，这样。感言结束之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潘，阿法想问什么？脑海突然二单握手会前后时期各种成员情绪闪过，嘿嘿嘿。然后呢，就是在那之后，真的是摔过一跤之后，就是会开始思考很多事情。然后开始到处去吸收建议啊，然后开始觉得说，哎，其实
就是很多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就一定自己也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我不想那个加勒比海那些在想什么，这个我等一下再讲，我等一下再讲。这个针对个人的问题，我等一下再回答。就是我先把整个想讲的东西先讲过去，然后再来嘛。三单就是说真的，就是之前讲过，之前讲过蛮多次的，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完全没有保留。谢谢本丸送的啾啾你，谢谢本丸。然后呢，三单真的就是，真的就是第一次竞选吧，然后很轻飘飘的，然后真的很多很多，就是有种瞬间自己的世界被打开的感觉，就是有种，就是资讯量爆多，因为知道哦，今天开始我要学习，我又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明天我又要再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你要随时督促自己，然后前进，而且。就是当你成为选拔成员之后，你就会担心说会不会下一单不会上，因为说真的，你成为选拔成员之后，周围的人审视你的眼光就会比，就是你没有上过选拔的人还要再更加严苛，会觉得说你都上过选拔了，你一定有很多经验，你必须要是怎样的态度，然后怎样的做事方法，怎样的表演程度。就是说真的会一瞬间会有很多很多资讯量直接盖下来，也会有很多压力盖下来，可是说真的整体来讲就是开心的，就算大家到现在还是很一直很耿耿于怀，一直跟我讲说什么啊，反正你三单宣传期都没有什么通告啊，怎样怎样，可是我说真的就是无所谓你知道吗，我真的无所谓，不是说我不想上通告，也不是说我不想要有表现机会，而是我觉得真的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就是我在夕阳选拔里面，我就是16号。我说真的，我就真的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压底线进去的，本来就是实力最差的那一个，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哪里，那就是继续努力。至少说真的，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会有机会了，那干嘛着急呢？就那时候突然觉得，好像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就是。把自己做好，总有一天就是还是会被看见的。就是自从那天进选拔，就是公布进了三单选拔之后，就是突然觉得说，好像其实自己可以把脚步放慢，这样。说起来，甄选要拍的最后一个哦，对啊，天啊，真的是心脏。真的是心脏，三单我们也很 shock。你说我有竞选吧这件事情很 shock 吗？豁然开朗吗？对，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像夕阳歌词里面讲的，就是。自己可以多称赞自己一点，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肯定，然后做什么事情说真的都不用这么焦急，慢慢前进。对，那个甄选公布太恐怖，真的转行久违听到男歌名言了，努力哥，必ず報われる，本当に。必ず報われる。我记得三单，我后来去洗个碗就公布了，笑爆。公布真的不代表什么？哦哦，对啊，那个公布真的不代表。你说甄选吗？那个不代表什么。然后，我们每次的选拔成员，就是你们看到那个影片，那个也都是刷佛过，就是他们那个公布顺序不代表什么，真的不代表什么。不是阿索比娜，不是阿索比娜，不是。真的最喜欢听你跟马友唱日文，超级标准，谢谢嘞。然后呢，好，那个二周年的感想，我等一下再慢慢讲。然后呢，就是到了四单吧，
其实说真的，我已经就也不是说没有志气来这样，就是 我真的对于政治生这个头衔不是那么的在乎，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说该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那一条线在哪里，我不知道那个升格的标准线在哪里，可是我知道我每一天都在慢慢的往上爬往上爬，虽然我爬得很慢，可是我也跟你们讲过，虽然我腿很短，可是我真的是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前进，就是因为我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所以我很肯定我每一天都在慢慢的进步，虽然速度真的很慢，可是我很相信自己有在慢慢的进步，所以会觉得说反正总有一天会走到那的，所以才会不在乎这个头衔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成为政治生，什么时候升格，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有在前进，我有在前进，我没有对不起自己，这样。阿正突然爆哭，期待做指甲，咦，我也好期待做指甲。了解自己的实力，知道我在进步就好，反正你的肯定大家看得见，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在向前走。那我昨天的感言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自己还配不配得上正式成员这个称号，可是我会继续努力的向前走，就是我会继续努力的向前走，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可能让村外的人也觉得，或者是让比较不熟我的人也觉得说，啊，阿盘就是正式成员，就是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是正式成员的等级吗？是那个实力吗？就是反正我会继续努力，不知道哪一天会获得大家的肯定，或者是谁的肯定。但是我知道我有在继续前进，我未来也会继续前进，所以我总有一天我会配得上这个名字，我不知道现在自己配不配得上，但是我会让自己配得上，懂吗？我听起来很帅气耶，我听起来真的很飒爽。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其实也有想过说，哦，如果哪一天我升格了，我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讲嘛，就是我会不会其实是哭不出来的状态，我会不会其实就是很开心，有种那种 yes yes 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会哭，但抱歉，那个真的是很 shock， 那个当下真的是有种就是真的有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吗？刚刚有帅那几分钟，真的就是，我不怕别人来怀疑我，我真的不怕别人来怀疑我。就像我今天当星星，我真的不怕别人怀疑我说，哈，为什么是他派当星星？会不会其实他们当的比我好？我会做到让你们说不出这句话。就算我今天做的不够好，反正我只要明天比今天还要再更好，我总有一天会让你佩服我。这样我会去证明我自己，证明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的自己更好，我的心态是这样。好吧，就昨天听到自己的名字还是真的是就是很 shock， 对，真的很 shock， 真的很 shock， oh my god， oh my god。 而且我跟你说，我一开始哭，就是因为真的有被 shock 到，就是那个真的是很开心的眼泪。然后到最后我一直在哭，是因为哦，藤井麻友，藤井麻友，藤井麻友，我真的超着急，我真的很怕我听不到他的名字怎么办？为什么要分两张？为什么要把藤井麻友摆在最后？到底想怎样？
格第一个就想到你，耶、yeah, ！谢谢阿哲，你们都是为别人哭，就是真感情，你知道吗？我其实当初，就是我当初进这个团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交到这么好的朋友。说真的，真的是友達ができた，友達が偷人家的歌不是？好，我说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交到这么好的朋友，真的妈哟，真的是，就是。我只能说每一个人真的都很努力，可是因为我跟麻油真的就是各种革命情感，你知道吗？真的是革命情感，而且他真的帮了我很多。他虽然昨天在台上说他帮了我，就是我帮了他很多，但没有，我真的觉得是他帮我帮的比较多。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出会ってよかったってそう思いました。所以你去麻油家敢用他家的电充电了吗？我可能还是会问一下。我都会问一下，我真的是就是这一点我真的是蛮拘谨的，我是一个蛮拘谨的人其实。但是我的天啊，我昨天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台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我就是捏紧，我就疼紧麻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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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巴一直在动，我就在喊麻油麻油。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说真的，麻油，よかった，二人一緒に，超开心，认真就是真的超开心，我真的超开心，耶，耶，耶。真狂笑没哭，怎样笑什么？笑什么？而且真的很多人来恭喜我，就是，嗯，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多人来恭喜我，这样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开心不一下吗？耶、yeah! ！真没哭，嘉怡看到李哲哭不出来，他真的很好笑哎、欸！我算有哭吗？被他真的吓到，差点被自己眼泪噎死。真光顾别人没追哭耶、yeah! ，很好啊，很好。开心的事情没什么好哭，开心的事情我那个是感动，好不好？就是你会一瞬间就是你会想起很多事情，真的。一瞬间真的是想起很多事情，阿潘生哥跟家人庆祝吗？没有，还没有机会，你知道吗？还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机会。我昨天结束之后，我跟麻油还有肉肉跟阿杰一起去吃麻辣锅，然后吃到半夜一点，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睡觉，然后睡觉之后呢，今天早上10点就出门练舞，然后练到晚上差不多6-7点，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切晃的欢送会，然后到刚刚我就飙回家，然后现在就是在这里直播，所以我也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实感，你知道吗？因为这就是过着每一天很日常一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实感，就是该做的事情真的就是还是得做，没有什么，我觉得也不会觉得说升上去之后然后觉得轻飘飘的，没有，就是觉得责任感更重了吧，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更好才行。那个时间好像只有麻辣，对对对对对，充实的每一天。哎，可是我真的强运哎！我不是之前也在讲说，我很担心2周年当天我遇到女生一个月总会来的那个几天，结果没有遇到哎！哇，强运！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很 lucky 的人。说真的，
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是已经是很顺遂了，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还要幸运。对啊，庆祝一天就好，路还是要继续走，真的。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行。这是属于你的日子，开心即可。哎呀，下次百倍奉还，先不要好吗 ？Auntie 先不要。怨气也是石榴的一部分，哼，石榴，石榴，难的。你是打错字吗？石榴怎样？我们公演这先不要 ，Auntie 先不要，还是石榴？石榴怎么回事？这两个月一直在喷怨气，期待路已经在火星。对啊，我期待路已经在火星，我原来我什么期待路都抽不到，我这最近什么卡都抽不到啦。有啦，我朋友有帮我抽到 UR 卡，也是朋友，好朋友。我真的印象晚场结束，一堆人在喊叔叔请客，所以有请客吗？十里啦，输入法，奇怪，石榴很好吃，你很喜欢吃石榴是不是？我记住了。Hello 马尔基斯，那游戏不是要出二代了？马尔基斯，马尔基斯，一级二级三级四，马尔基斯。没有啊，冲回去上班，辛苦了。啊！总之我很开心，我只能说我的感言就是我很开心。怎么样？这句就够了吧？这句抵100万句哎，我很棒。有啦，我刚刚也讲蛮多的，对 ，Yeah。就我朋友跟我讲说，我以为你早就是正式成员，我跟他讲没有好吗？拜托没有好吗？好，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万年研究生吼，我觉得应该有些人听不懂。就是我不是说我不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我不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就只那个我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这样讲会比较有亲近感，然后加上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没有很在乎头衔这件事情，你懂吗？因为说真的，其实会有孩子问我，就是二期的孩子，会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阿潘前辈不是正式生？我不知道怎么回他们，所以我就是用万年研究生这样自称，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比较快，因为没有，就是我也没办法去解释什么。就是时间还没到，然后实力还没到啊，不然要怎么样？不然是要怎样？我要怎么解释才对？我又不能说什么，我不能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真的也不知道那个标准是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够不够格，所以我就也只能这样子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这问题超直接，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对，真的会有人这样问，你知道吗？真的有人这样问，然后我朋友也会这样问。可是就是你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都不对，你知道吗？真的是怎么回答都不对。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啊，好吧，浪 life 官方的周年活，好啦，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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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浪 life 庆祝我升格。让 life 庆祝我升格，谢谢谢谢谢。阿潘，你怎么不爱吃香菜？不爱吃啊！哎呀，六中的烟火，可是你没有开灯啊！好啦，好漂亮，耶、yeah ！哇，谢谢六中的烟火，怎样？你们现在是怎样？我在那边喊烟火，你们就开始放烟火吗？没找电费，你们这些没找电费的人。啊，这段话也代表成员觉得你够资格，甚至已经真是谢谢北人送的烟火，哇！你们三个都没有缴电费，谢谢北人庆祝一波。不爱吃不是基因决定，他、不爱吃没？谢谢马婷送的，哇！马婷有缴电费，马婷哇！普天同庆，哇哇！
国庆日快乐哦，不是，哦，升格快乐，哇，我好久没有看到有电费，哇，我感动，哇，通电啦，果然事不过三呢，事不过三呢，第四次就会有了。棒啊！国庆日快乐！原来我们的店都被 Martin 抽走了，都是他。明明就是你们不准时缴电费，就他一个人有缴。耶、yeah, ！谢谢你们送的烟火，开心啦！怎么样？开心啦！没有什么，就是开心啦！超废，我超废。就是我感言超废了，但就是开心啦，怎么样？开心，开心，怎样？你们不开心吗？打架，超气！耶、yeah, ，小圆，耶、yeah, ，恭喜我，快恭喜我，快恭喜我！你们赶快恭喜我，三正式升了，我三正式升了，我现在是正式成员，开心啦！让我开心，这两个小时就好，就让我开心一下，开心呀！叫什么叫？开心啦！叫什么叫？谢谢雷松的小火箭，耶耶，呜呜，普天同庆，呜，普天同庆，耶，普天同庆，我好棒，我超棒，我超棒。我超标，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我算二周年，我也是棒到爆，我就是一个棒到爆的状态 ，OK？ 我 River 唱超大声，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听到，但我就是唱超大声。我不管你们耳朵有没有打开，但我就唱超大声，我超棒，我真的没有挑错，我超棒。感言超废是预料中，对啦，我的感言就是很废啊。哎，不是，你们要看我平常口条那么好，那个都是自己在家里苦练的。你看这遇到突发状况，什么都说不出来。Oh my god， 什么升格？我是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猜拳第一名？我是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就是开心啊。阿潘真超棒耶、yeah, ！你们可以开始帮我细数这两年我进步多少了，可以，大家可以开始谄媚我了，对。大家可以开始普天同庆，然后开始谄媚我一波，对，我就开心这么一天，我就浮夸这么一天，快谄媚我，快！真的完全没准备感言，我完全没有准备啊！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我真的曾经我想过说，哪天我升格了我要讲什么，但是我认真想了一下，我除了感谢爸妈、感谢粉丝，然后感谢就感谢全世界，我真是想不到任何话可以讲。真的是词穷王，谢谢公大，谢谢公大开香槟，哇，谢谢公大，哇，大家快称赞我，快点，现在以下留言开放称赞庆祝，嗨起来 ，OK？ 阿潘超棒，超可爱，很有趣，对我知道，谢谢，我超棒，超可爱，超有趣，超强。你没准备，我们当然没准备啊，没关系，你们就早准备，就是称赞我就好，谢谢。真的要帮你细数吗？可以，拜托，可以，我今天就开心这么一天，让我开心一下 ，OK？ 你开心，那我手机就宕机，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是看 阿潘跳 AKB48 那个突出的下巴入坑怎样？我下巴美。我下巴超美，怎样？我去翻一下成年旧影片，好像有某人立了什么 flag， 我有立什么 flag， 什么东西 ？Hello Rock， 阿潘超棒，嗨起来 ，Rock！ 爸爸送妈妈节，浪 life 真的很懂哎，谢谢浪 life 又送了一个周年烟火，浪 life 真的很懂哎，他一定知道今天就是一个大喜之日，就是要庆祝庆祝爆，好不好？一开始只是把舞跳完，现在跳舞都有抖牙卡哦，可见进步超多。我各种抖牙卡哦，
什么谢谢被忘记的潘哥，哎，不是潘哥最近没有什么奉献，好啦，开玩笑，没有，我跟你讲，潘哥也是帮我很多，他真的是，你看，你看他现在穿什么新衣服，然后穿什么漂亮衣服，说真的就是他给的制装费，然后你看看，你看阿潘偶尔可以吃什么好料什么的，然后说哥哥请客，哥哥请客，好，谢谢哥哥，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我看看哦，嗯，好。就说真的，很多时候真的是他陪我聊天，然后他隔天要上班，然后就窝在他房间，然后跟他聊天聊到半夜三点，怎样？谢谢哥哥，对不对？好，我有谢谢到哥哥了，好，谢谢。有啦，他有贡献啦，他真的有贡献啦，好不好？不是啊，谢真的谢不完啦，真的谢天，好不好？真的谢天，感谢阿潘生正生庆祝吃大碗香菜，吃什么大碗香菜？不要小圆，你只有我要吃香菜的时候才出现，你好意思？什么升格吃爆香菜？不要！我跟你说，昨天我们在吃麻辣的时候，然后那个菜肉他就一直拿那个香菜酱料就有香菜，然后他讲说阿潘升格要吃香菜，没有没有吃香菜，谁跟你说升格吃香菜？吃什么香菜？潘哥也很感动，生哥，因为我一回到后台，他就传赖给我了。星星跳他还回来走位，差一小步才冲撞瑞婷，其实很容易耶，那边超容易冲撞的。那个哪天我真的正式生，我就去买什么 Pocky， 现在买得到吗？买不到啦，什么 Pocky， 原味 Pocky 好吃耶。生哥要吃香菜，没有没有吃香菜，谁给你吃香菜？超凶。好，我们就允许各位 MC 还有各位，欸，不行， MC 可以开心很多天，好不好？但我就只能开心这么一天，大家可以开心很久哦，大家可以继续开心了，真的，大家可以继续开心，大家可以开心个一个月吧，还是两个月，还是很久，你们就继续开心，开开心心，欢乐 every day， 开心，战胜压力斗。其实就是不管，这说真的就是不管是哪个身份，我就是一样，就是真的就是脚踏实地，然后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卡打实地，好不？真正开始凶粉丝，我本来就是凶你们啊，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直以为升格的吃香菜吃到流泪，我没有，并没有不吃香菜，贯彻人设，欸，不是人设，真的不吃香菜，真的很母汤，好不好？他昨天那个沙茶酱里面充满了香菜，然后他一吃东西，他一呼气，我就想说，蔡荣你不要接近我，这都是香菜味，真是要疯了，真是要疯了。但是里面属性人太多，对啊，你们就一群 M 啊，有什么好讲的？那好不好来个香菜水饺、芥末水饺二选一？哦，芥末水饺好了。不过政治生多起来以后，感觉后续压力也是不小。其实说真的是啦，但是真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不要留下任何遗憾，然后不要后悔，就是不要对不起自己，每天都要对得起今天的自己。阿潘名言，每天都要对得起自己，今天的自己。觉得越来越大方也是种进步呢，这样的偶像讨喜才多有机会啊！我很大方哎，我超大方啊，好不好？怎么样？我哪里不大方？在你那么开心，可以再骂我一顿吗？奇怪，那为什么不哭？哭下是会怎样法？哭下，好了，开玩笑，只能拿那个什么三个扇子，你有没看到是不是？爽超忙的，怎样？请每天成长每一句话。你留下来没有遗憾，只有偶包，记得带上。没有，那个东西已经放下了，好吗？真的放下了。你可以大声说你在海外有粉丝，我在海外有粉丝哦。真的自己对不起，我真的很需要那件 T 恤，拜托大家可以买十件吗？我生日之前可以多买一点庆祝吗？拜托大家买爆好不好？大家庆祝一波。请把十一月直接当做阿潘生日月来庆祝，是不是？大家拜托买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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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爆他。偷偷跟你说，阿正哭的时候，我们手忙脚乱，灵异扇子爆开，真的假的？夸张三个字办不到，买爆他 ，OK OK， 多买了一件，你好意思飞宝？现在就给我再去多下订一件，谢谢。有买阿盘的周边哦，期待到货啊！还是飞宝是一个策略，今天买了一件，明天再买一件，后天再买一件，这样子官网就不会因为你一次下订单太大。哦，你好贴心哦！之后再一次出货，很不错哎，你一天订一件，棒，聪明。阿盘徽章剩下28个，什么还有28个？你们好意思让他是28个？请赶快把它买完好吗？不要让我看到数字，超凶。麻烦大家买爆它 ，OK。我还可以帮你们宣传一下用法，你看一下那个徽章啊，徽章，你看我们人就是会被痛包出来。他痛包是不是上面会让很容易长掉，会生锈，讨厌，所以我们就是要多买2个，都给他别上去，然后再多买2个放在衣柜里面，就是当个收藏放在那边，然后再多买2个放在展示柜里面展示你的收藏，然后再多买2个，然后就可以去安利你的朋友。用新台币要下架 ，OK？ 好，我说真的就是，好，等一下，来放别的歌。放个乌吼。现在特价只剩一组，请拨打以下这条号码，谢谢。再多买2个阿潘徽章，别再耳洞，痛死！徽章买了都没别，没那个习惯啦。你看我都背痛包了，为你们示范痛包。圣诞 TP 闪现开2条，一条飞宝跟塔瓦哥专用，一条其他粉丝。飞董一定要最后下单，飞董，超好笑。加勒比海需要几组，可以帮你寄过去哟。阿潘徽章当耳环用，卖起来哦。家里有一个柜子，成恶的意思吗？没错。好啦，我来讲一下认真，就是说真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讲说，就是觉得阿潘有战斗性的实力，就是真的很幸运，一直以来就是给我很多很多信心，真的。而且说真的，如果像迷你康啊，然后像公演啊，如果真的台下没有看到你们的话，我真的是认真会没精神。认真没精神，认真不安一波，所以真的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应援，真的。我很棒，你们也很棒，你们真的很棒。寄过去的运费可以丢火箭，超贵，真假 ？Hello， 浓眉。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初心を忘れずに頑張ります。我结束的时候血压蹭高，有点软脚。我可能等11月的生日会等你哦。为什么阿法，你干嘛这样讲？为什么你要说自己失职？做啥呢你？谢谢侬们，一緒に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しょう。
昨天特地冲来山上，还差晚归下。我真的差点晚归，我这就是路上一直塞车，然后想到底想怎样？可以让我过去一下吗？可以让我过去一下吗？我想到那边就特别多人，不行，我一定要过去一下。我一定要冲过去一下。阿芳现在物色新手机还没。Hello, it's Hiro-san, 怎么怎么，恭喜阿潘，阿潘好棒，你是不是差点忘记要上来一下？我没有忘记，我说是我超卡，那边怎么就是，真的是那个，你还没有睡觉吗？我当然还没睡觉啊，我刚刚才到家，昨天一堆晚归的，没关系啦，我真的是差点晚归，吓死我。真的是冲到半山转一圈的下去，不是我那边有蹲工作人员，就是我们有限制说只能冲到第几排，当然是不能冲到山顶啊，不然你以为以阿潘跑步的速度，当然是会冲一下山顶的，好不好？恭喜郑先生，希望明年再继续加油，頑張ります。我会继续加油，真正上阿潘下巴更完美了，我也觉得我的下巴更完美了。好，接下来的新目标是减肥了，对不起，我真的减肥，我会认真减肥。我是胖子，好啦，我会努力减肥啦。我会努力减肥。我自认想要给你们平等对待，但是你们要出状况，我就没顾虑到你跟林毅哦，不会啦，干嘛那么想？哎，放我上，不要想那么多，开心就好。你再跟我一样，我升格，开心，蜜开心，又开心，we开心 ，OK。真吃麻辣锅，对不起，我是胖子，我是胖子。我最近真的觉得我很胖，我怎么办？我真的是越来越胖，还怎么办？我体重直线上升，完蛋！跳下去就瘦了，只要别像某某那样吃，我是没有吃到那么夸张。我很胖啊，我很胖！你生给我哭吗？哭死啦！狂哭哦！你胖我这个粉丝怎么办？你们又不是偶像，你们到底哪里胖？胖，真的胖，真的胖！可是我这边还有那个刚没吃完的晚餐，我这个打包带回来了。来不及吃，不要越剪下巴越长就好，先不要。幸好今天没吃到蛋糕，但其实晚餐还在这儿。阿胖会胖，这是我听过最不可思议的话题。什么？阿胖胖啦，真的很胖啦，是不会到穿不下制服，当然是不会。可是我这两天在看，我就觉得，哇，天哪，我以前也太瘦了吧。还没有想合照，会要穿什么？没有，我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么远的事情。我现在都在想那个这个月的 reset 公演还要练什么歌，然后明天要练什么歌之类的。没有办法想这么远的事情，笑死！还要想笑唱，还要练习呀、啊，然后还要拍偶包啊什么的，真的没有时间想到这么远的事情。天哪！感谢人平均提醒我。三文真的要考虑一下，你马上送我啊！我要回你。现在是刚好，以前是太瘦，要这样催眠自己，不行不行。三文换到我就换不到了，我就换不到，我应该没有时间，又没有时间在那边几点。那你舞场结束一直跟我讲西雅暴扣，西雅才胖了吧？没有，暴扣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吧，那个跳舞弧度变大了吧？跳舞弧度变大很容易让你衣服爆掉。其实我的衣服也一直是比较偏松的状态，就是通常那个做衣服的阿姨也不会把衣服做到完全合身，因为我们跳舞很用力，真的很容易就爆掉。所以我的衣服其实也是有点空隙在的。都换光了，维尼，你要那个植物蓝超可爱的，肌肉
本来就比脂肪重啦，所以我只能合理想象自己身上都是肌肉，我身上都是肌肉啦。每次公演结束都要缝一堆扣子，哎，真的，我真的没有在跟他们讲，我们这是到一半，然后就是那种暴扣啊，或者是衣服那里爆开，真的是就是姐姐要一直狂缝猛缝。但他衣服真的很危险，诗雅、小迪都有，哪一套啊？蓝格子那一套吗？大家会穿错制服吗？不会哦，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制服表，就是跟你讲说哪一首歌要穿哪一套衣服，然后这个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也都会先搞定，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要穿些什么衣服，然后姐姐也会一直做提醒。不是在量体脂肪吗？我是没有量。你下礼拜直播什么时候？下礼拜直播。不行，我不确定，因为我还有其他行程，我还没有确定下礼拜什么时候播。Sorry， 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跟你们确定哪一天直播，现在没有办法固定播。阿潘会练，想练跟馆长一样吗？不会，服装师面对暴扣应该很有经验了，姐姐真的很辛苦。我来放一个东西。然后我要来讲一下二周年的心得，我要来讲二周年的心得，就是呢，跳 river 超开心，我真的很想跳一次 river，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昨天 river 跳得很好，加唱得很好，我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然后我也很喜欢 Green Flash， 然后真的是 oh my god， 就是对我的爱歌，真的是我的爱歌，然后那个对，就是那个其他两组在表演的时候，我也在后面，然后一直跟着唱，哈哈哈哈，狂唱，然后就是一堆我的爱歌，呼呼呼，然后 river 啊，我真的练到吃萝卜哎。我在练吃萝卜，不是我吃萝卜吗？就是因为练 river， 就是我被你打到，然后去啪到，然后我就吃萝卜了。不觉得我们 river 跳超好吗？日文 rap 怎么练的？就是唱不好的会被我骂，就是很简单，唱不好会被我骂，就是那个。像祖祖啊，就是因为这次 rap 不是就是那个 Green Flash 不是就是诗雨跟小晴唱第一段，但他们两个就是不用担心的人，因为他们日文都好。然后后面那一段是小慧跟祖祖跟佳颖唱的，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来问我，然后他们唱不好就是被我骂这样，会被我骂，Yeah。就是老师有一次他就讲，他讲说我觉得你们三个 tempo 有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全部都过来，我就是来找我唱一次过关才可以回家。然后还有像那个 bingo 的日文啊，反正就是真的这一次真的就是因为都是我爱歌，然后加上就是我对日文很要求，就是就算他们这到现场没有办法唱到100分，可是至少你看着歌词的时候，至少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要给我做到80分、90分，不然就是一定会被我骂，就是人家会被我骂。当然，子竹就是像子竹，应该也会讲到他背歌词很辛苦这件事情，他真的背得很辛苦。就是对于不会日文的人来说，真的背日文歌词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组刚好有很多人都会日文，我们组真的是刚好很多人会日文，有一些些底子在，然后。不会，相对之下不会日文的人就会觉得很辛苦。然后他背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是蛮严厉的，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你今天没有唱好，就是不能回家。然后你如果明天乱唱的话，我是真的把你拖下来揍，超凶，我真的是气。小慧就要再加油了，我觉得就是。也不会勉强他们啦，就是他们真的是日文，本来就不会日文，真的没有办法。
敢给我乱唱，超气耶、欸！真的超气，我是真的有点凶，我这次真的有点凶，就是某些坚持，因为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会唱 Green Slash 的 rap， 所以就是自己没有唱到，相对会觉得可惜，那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啊我都没办法唱啊，你们唱成这样是要我怎么甘心？语言真的不是马上就能会的，对啊，欠揍，就是欠揍，不行，你们就是给我唱会了才准给我回家。好开心，我可以唱歌，真的很开心。最后我站在正中间，我觉得超帅气。River 好整齐，真的吗？好开心哦！我们很紧张，你知道吗？我整场最紧张就是要跳 River， 真的很怕跳不好，真的很怕跳不好，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吃，真的很吃体力吧，就是很吃体力，很吃气势。真的要跳好，真的不简单。希望以后 reset 熟了之后还有 mini concert， 我也希望。我们昨天是跳短板，我也来唱一波，我也要来唱一波，我要来唱，哼，开心，这应该是。这应该是短板。My head, my head, my success man， 看我的脸，吼吼吼。而且我低，我超低音的，你们知道整是怎样吗？就是林心就喊 AKB， 然后我后面就是 48， 超低，哈哈哈，超好笑，我声音超低，然后那个 Got It 也是超好笑，就是前面就是小晴会先唱嘛，然后就 Got It， 哈哈哈。想一下，我们能唱版本就是 AKB， 哒哒哒哒哒哒 ，48，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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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好想再跳一次哦！而且我觉得我跳超帅，哈哈哈。好，我一定要找到短板的，我一定要跳一波，笑死！自己再开心一次，有什么毛病？现在跳，现在不行，我现在穿这个很容易走光，不行。Got it。運命のリバー、リバー、リバー、試されるリバー、ためらうない、まっすぐ一歩踏み出せよ、 Bring yourself。 前へ前へ、
那是是什么？靠我的嘞！吼吼吼吼！涙を押せばいい離れたんだよ唱错了しがみつくんだ願い叶う日が来るまで靠我渡れ You can do it。 而且我昨天那个就是我有特别练一个东西，因为我的刘海啊通常就是跳到最后嘛，那个是什么我想一下，哎，后面怎么跳啊？就是，通常就是跳到这边，然后就是这个，然后通常头发会乱，然后我，然后我靠我的嘞 ，you， 然后靠我的嘞 ，you can do it， 就是我有。有一个方式是，通常头发会这样，我有练过好几次，然后通常刘海都会变成这样，就是通常刘海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叶の日が来るまで靠我的嘞 ，You can do it， 就是我的 do it 有办法让我头发正回来，我这个练超多次，我在自己在家里面演练超多次，我就 do it， 就是头发要正一下，然后就正回来。无聊的小细节，阿汉小细节教室又开张了，超无聊，还是忍不住了，对，忍不住了，哇，不行，真的是很想跳吗？等等，头发可以练的吗？可以啊，头发也有肌肉，你不知道吗？说什么鬼话？刘海回复秘籍，不行，又想跳，还是我去换一件可以？我一直在换衣服，然后换一件可以跳舞的，等我。我一定要换一件可以跳舞。不行，很想跳呢，很想跳呢。啊，我知道了，我穿衬衫，我只要把衬衫套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怎么把这件穿上的？反正我也很常穿这件跳舞。穿这阵就不怕走钢，你更走跳。不行啦，我这是一天不跳舞就会怪的人。虽然我今天也跳了一整天，我今天 reset 也练了一整天，但没关系，我就喜欢。结果加勒比海是全忘了，对不起，我忘记了。哈，没有，我只觉得很尴尬，我只觉得很尴尬。是干嘛？他就没有来了，干嘛要这样子对他？他会难过。我只觉得他会难过。我来跳，哈哈。等一下，等一下。
衣柜到底要被打几次？浪今天卡卡的，真的坐不住。三个没看到吃香菜，重点是这个吗？明明早上就来跳，我跳了一整天，但。找个机会感性，怎样？你要感性什么？哎，跳 rainbow 很开心哎，你们懂吗？你们要懂我刚刚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砰砰砰的那种感觉吗？开心。我头发超乱的 ，Hello， 是 Hello， 啊，是火箭，解弹爆裂，恭喜耶！开心，值得庆祝 ，OK， 是开心的事情，值得庆祝。我成长了，耶、yeah ！飞过来可能还要两天，虽然又喘又丑，但还是要接火箭。哎呀，真很喘！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跳 River 是真低喘。就是那个力道真的要很大才会好看，所以我后面那个 bingo 就唱的超小声，我后面 bingo 唱的超小声，我就说哇哇哇，超小声，哇哇哇，超小声。谢谢 Lego。谢谢林哥，虽然你没有真正到那一刻，但大家都很想你的感觉。那不是火箭那个，那发是洲际导弹，到底不是吧？真的喘，真的很喘啊！他光是副歌，真的是，而且真的很痛苦，他就是。我要示范一下，他真的超累。他就是那个副歌嘛，五六七。君の目の前に川が流れる。暗く深くても流れ早くても。怯えなくていい離れていても就是超累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动作都很慢，然后而且我唱的那个 part 然后又是要往前走位，然后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暗く深くでも，然后就是你如果要稳住那个音就要很用力でも这样，然后你的肚子就要超用力，但是我今天
对，我的 auntie 就是今天来找我，但是我现在就是 yeah 我不行，我唱不出来，我累了。而且我最后一段，我最后一段要飙高音，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是那个往前走，的那个，就是我跟布丁是两个人在那边往前走，然后在那边飙高音，超累 ，Oh my god， 就已经很累，还是要很大声 ，Oh my god，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收到音，然后我就是也只能就是死命的唱这样，然后后面整段副歌都要唱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那边怎么唱？夢にしがみつくんだ，然后又有一个願い，然后就一路唱到结尾。叶う日が来るまで顔を渡れ You can do it， 就是你要一直唱下去，你知道吗？超累，然后后面就忙完就是然后就是哇哇哇，哆哆哆哇哇。累，真的累。还好我不是第一个唱，我真的很庆幸我 bingo 不是一号二号，我超庆幸我就只是个小小的五号，然后就很开心，我就第二句再出来就好，我就很开心，我就，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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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bingo 就是前面都在休息，你知道吗？然后第二段也是，第二段主歌都不用唱，然后就直接休息，我直接把 CD 时间补满，超好笑。下次再举他照片，先不要。唱的时候麦是有点小声，但其实你们刚刚有注意到，就是我其实唱的超大声，就是我没有拿麦就唱这么大声了，我也不知道到底麦有没有收到音，所以我才说随便啦，就你们有听到就有听到，没听到算了，嘿嘿。冷却时间补满，对啊，我就主歌的时候就、休息休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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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呀、休息，真是首好歌，超好笑。可是 Bingo 其实跟 Only Today 是一样难唱的歌，因为你要一直边弹跳边唱。还有什么、像后面 Green Flash 就还好， Green Flash 没什么，就是不会很难唱，就是唱歌，很单纯的唱歌。但 Green Flash 我也是拼尽了 全力在唱歌，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听得到，但总之我是觉得我唱得很大声了，然后我要把衬衫脱掉，因为我好热。跳完了，今天就跳跳跳跳这个就好了，动作相对少很多，对，很开心耶，开心很舒心。到 Green Flash 的时候就yes， 唱歌就好，唱歌就好。哎，不是阿廖，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来舞场吼？你有 get 到为什么我叫你买无常吗？你现在有 get 到吗？你看完之后你有 get 到吗？你们有 get 到为什么我叫你们买无常吗？希望你们有 get 到，拜托你们要 get 到好吗？跪求你们 get 到。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你们买无常吗？看完之后有知道了吗？知道了吗？流汗了吗？是没有到流汗，可是很热。机会的顺序就是为了让你们去看机会的顺序啊，终于可以好好的表演机会的顺序，不是穿着那个东西，哈哈哈哈，不是穿着面包超人跳，我很棒吧，我的 center 曲，我唯一一首 center 曲，我很棒。
睡觉，因为周围人会叫你起床，而且你前半场都可以睡觉，没有关系，你懂吗？你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知道了吗？片隅で一人泣くより人混みの中で泣きなよ。滲む街溢れる涙、幻想は君に優しい。別れの肘がついたことくらい分かってたはずなのになぜ辛い。本当は好きだったんだろう、恋だって認めなかったフィロー。強がっても心は丸見え、沈んだその声惚れるラビュー。傷ついてそう痛くてもちゃんと強くなる。夕暮れが夜に変わる前に、今日のその悲しみは置いてゆこう。ほんの少しだけど周りもいいよね。明日いいこと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的表情超赞，真的吗？谢谢。寂しくなるよ、前だけを向いて行けばいい。足跡はやがて消えても、後悔をだけは消えない。我不会唱这段。いつか見てその中で言っていたそれが、太陽が沈んでく瞬間、最後まで残る緑の光、それを見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チャンネルミス。切なくて愛。我不会唱这段，没有记歌词。夕暮れが夜に変わる前に、その出来事すべて思い出す。明日持ってゆくことだけを選ぶんだ。もっとゆっくり歩いて帰ろう。来找一下歌词。Bridge 我没有记其他人的段。rap 唱起来超像我们组，就一直讲说为什么阿凡没有 rap 啊。涙がいっぱい流れるのは心を消毒してるんだ。貫くだけの恋のウイルスは洗い流してしまおう。失恋だと不会唱。人は誰かと手を生んだ、その不安に負けないで Just get stronger。夕暮れが夜に変わる前に、今日のその悲しみは浮いてゆこう。ほんの少しだけど周りもいいよね。明日いいこと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もう少し強くなれたら、そうきっと君にも見える幸せが、君にも見える。クリーンファッシュ。我不会唱刚那段 rap， 我只当作只有练第一段。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いつか見た古いファンス映画、その中で言っていたそれが、太陽が沈んでく瞬間、最後まで残る緑の光、それを見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チャーネミッス。切なくて会いたくえ、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切なくて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なに？切なくて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感觉这歌词有错耶，它是不是感觉好像有他的爱的不对，好奇，找一下。
目か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じゃあね、ミスユ。切なくてただ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我就知道有他的。好，我唱唱看。哦，我不知道，我试试看。第二段我没有练过，凭感觉。いつか見た古いフランス映画、この誰かで言っていたそれが、太陽が沈んでた瞬間、最後まで残る緑の光、それを見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じゃあね、ミスユ。切なくて、唱错。切なくてただ会いたくて、切なくてただ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好好玩哦。其实我觉得唱日文 rap 还蛮好玩的。再一次。いつか見た古いフランス映画、その中で言っていたそれが、太陽が沈んでく瞬間、最後まで残る緑の光、それを見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じゃあね、ミスユ。切なくてただ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イエーイ、成功了。 Yes Yes 成功了。突然吐舌，还笑出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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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错就啦啦啦啦啦。什么啦啦啦剪下来什么不 OK 不要吗？100分，我刚成功了 ，OK。啊，这边是什么？我看一下，这段歌词什么？涙がいっぱい流れるのは心を消毒してるんだ。辛くなるだけの恋のウイルスは洗い流してしまおう。失恋をしたその数だけ人は誰かと出会うんだ。その不安に負けないで Just get stronger。 Yeah Yeah 练 rap 很无聊，还是练 rap？再试一次看看，最后一次。後悔の影は消えない。いつか見た古いフランス映画、その中で言っていたそれが、太陽が沈んでく瞬間、最後まで残る緑の光、それを見たら幸せになれる。なんだかいいよね、じゃあね、ミスユ。切なくてただ会いたくてずっと空を見る。 Yeah Yeah。 吃奇多？为什么吃奇多？我要吃。哎，不行，我在减肥，我吃饭不行，我减肥不行，我真的太胖了，先不要吃奇多。为什么你现在吃奇多？为什么现在吃奇多？为什么？希望以后也会轮到我唱。减肥改吃香菜，不要。想说他的脚趾像奇多。什么？那为什么要吃你脚脚？我不要吃你脚脚，我为什么要吃你脚脚？涙がいっぱい流れるのは心を消毒してるんだ。つらぬらだけが。我哎、欸，我当初唱这一段也在唱错，超好笑。我觉得那个舌头会突然打结。その不安に負けないね。Just get stronger。为什么要吃脚脚？你为什么要吃脚脚？你会把你的脚脚抬起来吃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吃脚脚？没有啦，我要吃奇多。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
为什么你们都要吃脚脚？你们吃自己呀、啊，吃自己的，吃自己的脚脚啦！超气，吃自己的脚脚啦，吃脚脚！我只是看到奇多想喝，喂一下你就没吃了，吃啊，吃奇多吃起来。还有什么？我看一下，他们是不是 B 组是有跳 High Tension？ 超想跳，超想跳，他们跳超好，超想跳。想听，而且我已经快忘记那个 rapper 怎么唱了。而且就是那个 B 组在就是 Bellflower 在表演 High Tension 的时候，然后我在后面一直狂唱，超好笑。我就是在那边，就是我们在 standby， 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要 standby 那个嘛机会的顺序，然后就在后面那边点上上上上上点上马克思。然后我们有一次在舞蹈教室彩排的时候超好笑，就是那个他们在那边跳 tension， 然后跳 high tension， 然后我要去另外一边，我要去舞蹈教室另外一边才就是准备上台。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哎，怎么办？我喝了水，怎么办？我过不去。然后我就看他们那个有一次副歌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叮咚咚咚咚咚，然后是所有人都在走位，然后是跑圈的，然后我就这样很顺的，我就这样直线冲过去了。就是假设说这是舞蹈教室，我拿我的杯垫形容，就是舞蹈教室，然后这边都在跳舞，这边在跳舞，然后我要从这边移动到这边，然后我就这样，然后我就边叮咚咚咚咚咚，然后我就边跳，然后边冲过去，然后一堆人开始大笑说啊五维和哎，我就叮咚咚咚咚咚叮咚。我就冲过去，超好笑，综艺咖，谢谢。很闹，我就我很无违和哎，我没有影响到他们跳舞啊。我想要怎么办？怎么办？我要过去，我走过去很奇怪。然后我想算了，我就冲过去，混进去就对了。我就跳进去，对，我就混进去，超好笑。阿帆是第二聊天室始祖，对啊，我是啊，我是第二聊天室始祖，就是我，柔软度不好，弯不下去。其实真的有个臭脚味，什么是臭脚脚？混进去阿帆很擅长，我超顺便的好不好？我说超好笑，我一定要示范一下，超好笑，就是他们在前面这样子绕圈嘛，就是他们整组都在这样绕圈，然后怎么办？我要怎么扩大我的行动范围？好，我扩大一下我的行动范围。那是我的鞋带，那是我昨天挑绿草第二奇迹的鞋子，对，在这里。大家不要在意，反正我就是他们在前面这样子，他们在前面这样跳，然后我就这样，噔，就是，我就这样路过，超搞笑，我就一个路人，然后突然这样，噔。你知道吗？就一整排那个 Daisy 人都在大爆笑，超笑。有穿袜子吗？你说我昨天表演有穿袜子吗？我昨天表演有穿袜子，我很棒，我记得穿袜子。终于看他舞步，超有人路过，就是过场，路人，不好意思，路过了，很好笑。还有什么啊？我还有一次是企鹅的时候路过，可是那次好像没有什么人看到，就是他们在企鹅，然后就哈谢 Penguin， 然后好像刚好在间奏吧，然后他们就这样子跑过去嘛，他们就这样子跑步，对不对？然后我就趁那个时候，然后就这样子冲过去，我还要企鹅走的这样冲过去，冲我！报告前辈，我先去练舞了，晚安晚安，明天见，加油，干嘛嘞？不会再问我，我应该没有那么早睡，可以再问我，没关系，我应该行。还挺喜欢那个走位有点麻烦，全部要顾手部动作，还要大幅度走位。对啊，直接背景加入，我真的是各种背景加入，可以在舞蹈教室装摄影机嘛？但话说有更多题材，我是来闹的。
不会再问我、啊、咬牙切齿，我没有咬牙切齿，什么咬牙切齿，我现在很温柔，我是温柔的前辈，不要这样，我现在是温柔的前辈。有没有看到小慧回我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反问一声，不是哦，不好意思，错了吗？错评了。哎，你看令我就知道杰哥真的是很懂我。我看一下那个，我已经忘记怎么唱那个 rap 了。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語ってるけど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未来が見えたら預言者願いと物言う偽善者どんくらい夜なんて嫌いリクスだって通な闇くらい見たからなんか無双パート夢でも愛でも炎にした際何にもいらない全部出したりおう、oh!いいな，结果没人帮解，有我有帮解，我很棒，我很优秀。嗯，想跳这首。哇，好，我要来挑战 rap。从这边开始吧。振り切れ弾け弾け落ち分自身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失败哈哈我可能等下好我要认真我要认真唱明るくなるだろうずっと去ってるとかの偉い人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さしてたけど未来が見えたら預言者願いと物言う偽善者どんくらい言うもんで嫌い理屈と苦痛悩みくらい見たからなんか燃えそうパート夢でも愛でも炎にした際何にもいらない全部出したりワッホーアオドレハイアオドレハイ还行不还行不虽然刚刚卡一下，刚其实有卡一下。先がわからない、好，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語ってるけど、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我是这边卡住，等下先不要唱。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語ってるけど、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語ってるけど、しかめつ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しかめつ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つ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つ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ああ、なんか片方なの、語ってるけど。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未来が見えたら預言者願いと物言う偽善者どんくらいなんて嫌い理屈だって苦痛悩むくらい見たからなんか無双パート夢でも愛でも炎にした際何にもいらない全部出したりうぅーわぅー到底多喜欢 rap 就是很帅啊很帅，好不？我就喜欢，我不知道，我很喜欢就是 AKB 的 rap。我觉得 AKB 就是有 rap 的歌，我都蛮喜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什么歌有 rap 啊？就是那个 AKB 的还有什么有 rap 啊？我超喜欢唱那个 AKB 的 rap，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啊、之前 JO1 我不是也一天到晚在那边唱 rap 吗？这段好难哦。先がわからない時代だってしかめずらして語ってるけど未来が見えたら預言者願いと物言う偽善者どんくらいいるなんて嫌い理屈たたく痛悩みくらい見たからなんかも予想パート夢でも愛でも炎にした際何にもいらない全部出したりわお没有特別字 Green Flash 我刚唱过你看一下 JO1 的我好像也不太会要玩 rap 真的难耶认真难
意味ずくずせその意味ないルーティンこっちより味ほら言ってる今と時間未知ボーンシャー君と一緒に望んでた夢の世界止まること想像以后哪天要背中文 rap 哦，中文 rap 我可能不行了，但日文 rap 我觉得我还行。我真的很喜欢唱 rap， 哈哈，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啦啦啦啦的这种感觉。Green Flash 阿潘表情超帅，不是吧？哎、欸、，Green Flash 我很努力的要表现出那种要哭要哭的感觉，但好像没有成功是吗？看来是没成功是吗？哎、欸，我没有背这个第二段。我要看歌词啦。会唱吗？我看一下。从第一段，第一段的先试试看，嘿嘿，多想唱 rap。不再心满意足，只可是什么意外如今，过去我的爱只后来一天的阴谋，只靠你去。嘿嘿，きっと一緒に望んでた夢の世界。法定速度有吗？法定速度有 rap 吗？哎，我会唱歌。スピード落とさず keep going there アクセル踏んでスピード落とさず落とさずアクセル踏んでスピード落とさず keep going there もう落とすめてすべて俺らが奪うぜグラタツァイツァバッタミヤサオーララレセイオーレライオーレラオレラレイサー吉内チェイサーシャットファイヤー好哦为什么都是英文傻眼那就 NM 里了哦哦喂，哪一段是 rap 啊？我都没印象了，好久没听这首。这次的表情也都偏帅气，对啊，哦。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おー溶けてしまうよおーただ嫌われなきゃね分かってよもうがこのままいたらおー还有哪一段？噔噔噔噔噔！哦，
哎，我以前好像会唱，我突然有一个印象，我好像曾经会唱这首歌哦，哇哦，其实好像不错哎，就是如果我以后就是有需要唱到日文 rap， 然后我就直接跟老师我会唱，这样不是听起来很厉害吗？这样听起来超厉害的 ，Yeah， 听起来超强。找不到歌词。哦，滚石啊！也不是不可以，不觉得很棒啊。你的日文就是最好的武器，多多使用。Oh my god， 这个开麦真的很稳。真的很厉害。从头看一下，有没有歌词啊？到底有没有歌词啊？我很难找歌词。我刚来到一个歌词啊，可能歌词一个。哦，等一下。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この手を伸ばせば傷つけてしまうよ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欸好像行欸この手を伸ばせば傷つけてしまうよその場しのきの優しさは感じ欸这里怎么唱深い什么东西我听一下他怎么唱しまうよ深い啊他的深い唱得好快優しさでは深い悲しみを癒せやしないさ君から嫌われなきゃね分かってるよ阿潘会唱也期待 cover 如果我会唱就好突然想要晚餐吃吗还没等一下再吃ガラスを割れガラスを割れ啊目の前のガラスを割れ今天晚上这么营养的东西，我吃了一半，还有一半在这里，我打包。等下下播再吃，蛮难吃。他应该还有一点精神可以吃东西。欸，好好玩哦！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この手を伸ばせば傷つけてしまうよ。その場しのきの優しさでは深い悲しみを癒せやしないさ君から嫌われなきゃね分かってるよ近くに僕がこのままいたら君はきっと生まれ変われないこの愛のエリアから消えるSomeone but me 不可以爱想跳这首感觉很好玩都冷了时间都要去吃吧其实很早就冷掉了没关系要朝向 rap 担当了其实还蛮好玩的其实这样唱起来还蛮好玩的下腰那个动作一阵惨叫我就是那个惨叫的耶、yeah! 我忘了唱 rap 好棒啊
好棒啊、哦！我喜欢这首 rap， 哦，帅！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この手を伸ばせば傷つけてしまうよ。その場しのぎの優しさでは深い悲しみを癒せやしないさ。我喜欢。还有什么？我第二段怎么唱？我看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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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不起来，我听他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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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 才是他的良心，但 rap 很棒哎，好喜欢。哦，西伯利。好像就没嘞，好像就这两段。所以这段怎么唱？我想一下。なぜそんなに切なく目を伏せて勝手すぎる僕の僕を責めないのか。なぜそんなに切なく目を伏せて勝手すぎる僕を責めないのか。え？過ぎてく時間に期待しないでくれ。愛し合えない幸せよりもたとえ不幸せでも愛し続けたい。えい！絞り出すような声で君が言った。哎、欸，我可以耶！哦、oh, 哦、oh, wow, cool, wow. 欸，哇哦 ，cool， 哇哦，哈哈，哎，哇哦，喂，哎，我会耶，哇、wow, 哦 ，cool，shen， 看看十一万人挑战会是什么？哎、欸，你们要去留言啊，多留言一些提案。先说我不会只做一个挑战而已。もうこれ以上見つめていられない君に何か言葉かけたくなるこの手を伸ばせば傷つけてしまうよその場しのぎの優しさでは深い悲しみを癒せやしないさ君から嫌われやきゃね分かってるよ近くに僕がこのままいたら君はきっと生まれ変われないこの愛のエリアから消える Someone but me ふさわしい奴がいる一年十年抱きしめてくれる出会ったのは運命の見捨ていく百年千年永遠は終わらない真実なぜそんなにうわぁ、我不小心唱错了なぜそんなにせえ、怎么突然不会唱了、哦、oh, ，そんなに、哦、oh. ，なぜそんなに切なく目を伏せて、勝手すぎる僕を責めないのか、過ぎて、え？過ぎてく時間に期待しないでくれ、愛し合えない幸せよりもたとえ不幸せでも愛し続けたい、絞り出すような声で君が言った。なぜそんなに切なく目を伏せて勝手すぎる僕を責めないのか過ぎてく時間に期待しないでくれ愛し合えない幸せよりもたと不幸せでも愛し続けたい絞り出すような声で君が言った Yeah
呀，什么东西？你们说什么合并升级？一边乌合一边唱歌，一边踩点，一边骑脚踏车，先不要，太忙了吧？一万人到底要不要去讨论下厨也是可以，也是有可能呢、啊。就是对，也是有可能啊。我没有说不可能啊，就是大家留言看看嘛。我只要觉得有趣的，我就会去挑战看看啦、啊。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唱 rap 好好玩哦。Yeah， 开心。Yeah。Yeah， 唱 rap 超好玩的。松饼吗？也是可以啊，搞不好可以啊，就是大家都留言看看嘛。大家都留言看看啊，搞不好就会被我挑中啊！我没有说我只挑战一个啊，我也没有说我要怎么挑战啊，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讲啊，但你们要去留言啊。没有留言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没有出现在留言区的事情我是不会挑战的。边唱 rap 边炸厨房，那也太困难吧？什么烤披萨没礼貌？什么？十二点半了，对不起，我群组很吵我很吵。真是超吵，好，现在十二点半，好，我差不多要来，做个总结。总而言之，很高兴可以成为正式成员，哇哦，哇哦，最近真的是各种运气好，然后就是各种好，我觉得真的是都有个看到了这么高的。就是努力是一定会有回报的，希望可以，就是希望可以让后辈们也看到这一点，就是真努力是有回报的。然后从今以后我也会继续保持谦虚的心，然后继续向前迈进，迈向下一个里程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会努力去找到全新的目标的，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然后生日会要来找我玩，然后要记得买圣诞T，然后大家也要记得去买胸章，然后公演也要常来看我。总之成为正式成员之后，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我，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一直陪伴我哦。找我聊天，然后握手会也要握抱，知道吗？这还不握抱吗？还不握抱吗？这是不是该握抱？明天就去下定。谢谢保罗送的告白气球，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好，就是耶，我觉得我很棒，我要谢谢自己很，一直都很努力，然后虽然有时候会偷懒。然后虽然有时候还会很没耐心，然后有时候也会没干劲，可是我还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我如果放弃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一定要趁现在还年轻的时候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我还是要谢谢我自己，我撑到了今天，我真的觉得我很棒棒，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更好，我可以再更帅气，也可以再更可爱，我可以就是我可以变得更好，我相信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像是我可以变得更漂亮，然后跳舞变得更厉害，唱跳变得更稳，然后唱歌也变得超好听，搞不好还可以变 rap 担当，我相信我的可能性还是无限的，我不会局限于一个小框框，然后当星星也不会输给任何人，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我要加油，我很棒棒，我很棒棒，耶、yeah! ，我很赞，我优秀，我棒，干巴利马斯 ，rap 担当真有机会，真的吗？拜托公演盘超新会怕那种，我很棒，我棒棒，我真的超棒棒，对不对？阿潘谢谢你，我也要谢谢你们，你们也好棒棒，你们好棒，我也好棒，耶！呀大，呀大。
到啦，谢谢另一个想戳戳你，我就笨，被嘴到去看笑话了，但是自己没有后悔。谢谢阿潘，也恭喜你做到了，我棒，我棒，我们都要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然后要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希望我今后也可以像这一次午后就是当星星一样，希望我可以为这个团体付出更多的心力，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这个团体的一份很大很大的力量，我会继续加油的。棒，阿潘又棒又想姐吃香菜更棒，不要敲棒会炸吧，我也觉得会炸。恭喜阿盘，谢谢，谢谢 PO， 谢谢你们，耶、yeah ！然后我 IG 破万了，我也好开心，我好开心。可是你们截到一万的时候，我都只截得到9999，到底是什么奇怪的都市传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一直只截到9999，害我到上场前一刻才截到一万，好不容易发了个文就出去了。眼光放刚有无限的可能，我很棒棒，我超厉害。嬉しい，嬉しい，嬉しかったよ，嬉しいよ，本当に嬉しいよ。因为后面看不到不是问题啦。哎呀，好像也是哎，可是想要看那个瞬间，你懂吗？什么东西？贡丸汤老板，香菜多加两次，先不要。看信封时就才是阿潘跟妈妈，谢谢 PO， 谢谢你的肯定。然后最后来放一首呜吼呜吼吼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呜吼呜吼吼。手牵上54万次了耶，手牵上手牵上，寂寞没什么好慌，一直放任着沮丧，结果也不能怎样，你和他他和他各有各自的关卡，一起分离开怀的场，让热情飙炸，老实说是快赖跟我说的，还没及时发现你坏坏，你坏坏，很开心耶，很开心，我继续努力更新我的 IG， 最近也拍了好多美照，我跟妈要出去拍了很多美照，我慢慢慢慢慢慢修图，慢慢更新，頑張ります。何もかも頑張ります。これからも頑張し続ける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正式メンバーだ、昇格だわ。もう研究生じゃないわ。嬉しいわ。うぜえ、うぜえな私。我刚才说我想讲，我要讲感言的时候，我还差点讲日文呢，嘲笑，我还差点あのね，我就。差点就讲日文了，可以一起做指甲了，快点推荐我就是什么指甲款式，快点跟我讲什么指甲款式，我真的是超期待做指甲，左右都甩带闲刘海，要的，阿花妈妈，阿飞妈妈，耶！帮忙又翻译成中文，笑死！你问直男们什么指甲款式，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指甲才好，我没有做过指甲。我的微博心愿不觉得我很朴实，很可爱吗？你问我们一定回答香菜。那呜，好了，那我来念吧。
念完榜就差不多关播一波，来念榜。今天第十五名是 CKU， 谢谢 CKU。第十四名是阿华，谢谢阿华。第十三名邦伟，谢谢邦伟。第十二名阿贵仔，谢谢阿贵仔。第十一名是 Iris， 谢谢 Iris。第十名是保罗，谢谢保罗。第九名是本文，谢谢本文。第八名是公大，谢谢公大。然后第七名是亚麻路布，谢谢亚麻路布。第六名是伊欧里，谢谢伊欧里。然后第五名是阿六，谢谢阿六。第四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三名是 Martin， 谢谢 Martin。 第二名是泪，谢谢泪。第一名是加勒比海令狗，耶，哇哦！你的腰好一点了没？那个你喂服之后腰好一点了没？你的腰还好吗，亲爱的？您的老妖，加勒比海的粉丝，呼呼，人要服老，来自加勒比海的命哦，哦，加勒比海妖还好，先生。加勒比海妖还好，先生，还是你要当石柳先生，来自加勒比海的石柳先生。谢谢来自加勒比海的石柳先生送的火箭，耶，开心哟，嘿，海盗不会 wave 怎么随浪生存呢？好，哎，桃花哥我会讲话，我快笑死，海盗不会 wave， 你要会 wave 啊。怎么可以不会 wave 呢？傻眼。是呀，加勒比海的粉丝。好了，你们以后不要那么乱喊了，人家都要哭了。石榴梗怎么还在？你今天看就是石榴，以后大家看到石榴啊，记得要 tag 他，就跟看到玉米要 tag 阿六一样。OK， 一个双鸭。加勒比海的腰还好，石榴喜先生什么东西越来越长了，这名字越来越长了呢。五柳先生的既视感，石榴先生，五柳先生。总之，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会继续加油的。大家晚安，干巴里玛斯，我也是。我们下次直播再继续来讨论新的公司头，我们有更多选择了，我们有卷发这个选择了，大家下次直播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啊啊！那拜拜，晚安晚安。刘海纹方不到，我刘海就这么厉害，这么的坚强，它就是没有发胶，也有办法这样一直保护我的可爱的额头，谢谢，谢谢各位支持，我刘海也会继续努力上班的，大家千万不要担心，铁皮刘海是不会打开的，笑死，笑死，好啦，今天就先看到这里了，大家晚安，拜。